们生蚝啊，可以搭配着这个培根一起吃，口感上会很有层次，又带一点香味。星星，星星，这是什么狗狗？贵宾狗，贵宾狗，贵宾狗吗？贵宾狗。我这边还有需要想要的餐点吗？这边还要做想要的餐点吗？好，没有。那这边为您换座位，想要请进。我要放下去，我把餐点，然后把又不要离开，离开，离开。星星，你再讲一遍。离开。你说不要离开，离开。离开，离开。要离开。不要离开。不要离开。不要离开。到底要离开还是不要？不要。星星，嗯，为什么长得那么像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啊，今天吃得饱吗？吃得饱啊。啊，今天会不会太晚睡觉了？太晚睡觉了。会不会太晚睡觉？星星会不会太晚睡觉？星星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九点了，九点多了。九点。会太晚吗？太晚。Seven。Seven。再说一遍。Seven。再说一遍。用尖叫的 Seven Eleven， Seven Eleven， 没有。用尖叫，哎，这样子。啊！没有。来，田安轩，你再教他。Seven。吊枪。吊枪好怎样？吊枪好恐怖。吊枪好恐怖。在家吗？在家，家家。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全脸，我还有我要全脸。有吗？Thank you.
吧，现在停红灯，而且要很久，你下车。去吧。你这样太危险，我等下停到对面去，我就走掉。好。谁把椅子了？哎呦，心情接过一下了，我看看妈妈。星星，你的气球嘞？在他手上、啊。我看。爸爸不可以给爸爸看。我把你破。他会用抱。来，给姐姐拿罐，姐姐会让人保护，不让爸爸用到。嘣！要说什么？谢谢爸爸。要亲一个才有。不可以。要亲才有。对对，亲。么。